大家好，我是宽走，我是那个孩子，然后我是寻就好。现在喝醉了吗？我等一下就把它洗掉。每次都有一样的东西。嗨，大家好，我阿伟啦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影片。今天看到这个背后有没有？就是我们的 GQ 潮流文化季啊。那今天要拍的影片呢，非常简单哦。就是等一下我会带大家稍微逛一下，可能不会逛太多店啦，因为时间有限嘛，影片时间有限。但是呢，我会想要尽量的找几个来参加今天活动的潮流人呢，去访问一下他们今天的穿搭是什么，那去介绍一下，这样可以增进我们这个频道的一个街访内容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直接带大家开始逛吧 ，Let's go。你也直接买了 M 号，你买 M 号，跟我一样，跟我一样。那我会不会逛一圈，然后等一下回去申请破产？可能哦，会。艾文也冲了一件，好狠，不同款的，也是1600多。以 Namesake 来说超便宜。那我来介绍一下我今天的穿搭，帽子的话是 Equinier 这一季的一顶这个新款的帽子，我觉得戴起来是真的非常舒服。然后眼镜的话就是 Mosca Lamp Torch 配上 Caesar Fleet 的这个蓝色镜片。T 恤的话呢就是 Remix 的一件单品，这是迷雾蓝的一个颜色 T 恤，版型是非常不错。那这个项链的话是来自 Ambush 的这个跟 ATA Rising 合作的一条项链，鲨鱼项链。那我们的这个钥匙圈的话是 Our Legacy 的老朋友应该都认识他啦。然后这个裤子的话是 GU 的一件伞兵裤，穿起来这宽度还不错，就可以搭配上窄下宽的这种感觉。鞋子的话是 RA 的 Neo， 这双鞋子的话想说走一个黑色全身的一个下身 look， 这样穿搭起来的话比较有一致性。那今天的穿搭大概就是这样啦，那我们就接着逛下去吧。我这边呢抓到神兽啦，哎，怎么称呼？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那个孩子，欢迎订阅我的频道，谢谢大家。OG 啊，那要不要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？我今天的穿搭就是最近变胖了，所以想要显瘦一点，就穿一个全身黑的搭配，很瘦，对，很瘦，然后它比较宽松一点，更瘦，对，更瘦，然后裤子因为比较宽，对，就配了我最近新买的那个阿迪的穆勒。然后这双鞋呢，它最酷的点就是它前面很胖，有那种BV 那个雨鞋的技师哦，有分量，有分量，对，然后它又很厚。我今天有没有跟你差不多高？哎，有，对，所以这就是今天的重点。那也谢谢你今天访问。那等一下还会想要逛什么店吗？先简单逛，因为我下礼拜要去大阪，所以今天的目的就是不要花太多。好，期待你的大阪 vlog。这边呢，老朋友啦，然后介绍一下，这是 Encoder 的 J， 然后这是我们 IJ 的 Jim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就是很荣幸哦，刚好在台北呢，跟我们台中朋友相见啊，这是高雄朋友，对，是。好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穿搭吧，来，由介先开始。我今天的思路是全黑，帽子是 Encoder 的，我的外套是 Encoder 的，我的项链是 Encoder 的，我的皮带是 Encoder 的，然后我的裤子是 Encoder 的，鞋子不重要，谢谢。帽子是就是 HYSD， 对，衬衫是 Professor E 的，然后裤子是我们自己代理的品牌叫 Simple Project， 它的喇叭裤版型超好，然后鞋子的话就是 ROA Hiking， 给，每次都有一样的东西，对啊，好，那我非常感谢两位啊，你们今天有买到什么战利品吗？还没有，有买到油头的。C 就笑傲图油头，他有折扣给我。对，好，那我等一下也去问看油头有没有折扣给我哈。找到两位帅哥啦，来，请问怎么称呼？玉米。叫我世勋就好。世勋，对，老朋友啦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就是很高兴访到他们。那可不可以请你们介绍一下自己的穿搭？我上身这件背心罩衫，这是台湾一个设计师品牌叫 Behome， 然后裤子是其实是淘宝货啦，然后这个就是那个 Sense 的袜套。鞋子是艾迪达最近出的那个，他出第一色奶茶色，我就直接先买。那墨镜很帅，是 Loewe 吗？哎，对，Loewe 的。
最近是看杨艾伦那边有发被触及到了。哦，那世勋要不要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？我今天就我最日常的样子，然后帽子 Miss Wild， 然后背心 Beans， 然后裤子就是 Goopy Made， 然后鞋子 RA。配饰的话就 No So 跟。我里面 T 恤是远东的，对，没错。今天就简单搭，想说很久没戴眼镜，所以就戴一下。哦、对啊，轻松。我们今天眼镜挂的哦，然后又戴帽子。那这边又捕捉到一位帅哥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哎、欸，我是老赵。老赵你好。哎、欸，那想请问一下你今天的穿搭怎么介绍？哎、欸，帽子的话是台湾设计师品牌 Equinier， 同一顶。对，是同一顶。然后外套的话是独立设计师品牌 Enormous。那他们主要是无国界品牌，然后事实上他们的设计有很多，其实都是像这样子没有收边，然后都是以解构的形式去做的。然后裤子的话是日本的 Julius， 鞋子就 Alex。哦，对，非常有特色，这是一个全黑的穿搭造型，这样。哎、欸，那想问一下，你今天逛有买到什么战利品吗？有买 Namesake 的裤子。你是买 Namesake？ 对。哦、oh. ，想问一下怎么称呼？哎、欸、，City。City。对。那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全身的穿搭配件？哎、欸，好，帽子的话是 Ionison 的，是台北的东区的选货店。然后丝巾的话，会是 H&M 跟 Mugler 联名的商品。这个的话是来自一个台湾的独立设计师品牌，叫做 Encoder， 他们做的高端的支线是这种防风的墨镜，对，蛮酷的。第一层的背心的话是 Equinier， 也是来自台湾的品牌，对。然后这个是以前的 O B K 的东西，就是比较哦 O G Overkill Lab， 对，以前年代比较久的单品，很帅很帅。对，然后这个的话是香港的品牌，它是 Novu Project， 对，它的特别设计是它的口袋是可以做凸出来的立体的口袋，然后也可以就是藏进去。腿套的话就是淘宝的品牌，淘宝品牌，对对。然后鞋子的话也是大陆的品牌。今天有买到什么东西吗？今天的话有去 Namesake 逛一下，然后有买他们的上衣。哎、欸、，Namesake 这一次是不是真的很便宜？对 Namesake 这次还不错，其实蛮推荐大家来逛一下的。对对 对, 對、哦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。好，我们这边有这个新的来宾哦、喔，来，请介绍一下自己。大家好，我是宽走，我是一个饶舌歌手，应该算吧？怎么这样害羞了一下？这样就是还是要 humble 一点，humble be humble。创作者了啊，创作者，宽走，大家打 Q&A 就会出现宽走，希望如此，希望有啦。好，那宽走要不要介绍一下今天自己的穿搭？我今天的穿搭上衣是 Equinier， 裤子是 Versace 的，是我在日本的二手买取店挖到的宝藏。鞋子是 Balenciaga 的 Defender，、哦、真的是靠自己的能力得到的东西。之前去那个我们学校办的活动，就有看他表演，哦、也是穿这一双。对，好，那宽手今天有没有买到什么战利品？啊，这样子，可以实穿一下。哦 ，Kiko 的，就是我觉得整套穿起来，就是在舞台上应该会蛮帅的。有。好，还有，然后裤子哦，所以他们是一套的这样的哦，这样子。当然，裤子在这边就比较不方便试穿了、啊哦。对，会比较糗一点，对。哎、欸，那我猜你是在 Open 买卖买的吗？对，没错。好，这个价格买到这样一套，欸、其实很划算、欸，老实说。然后后面的扣子可以打开，就会这边看起来会比较有分量一点。哦。對我觉得刚好搭配这个颜色的鞋子。有哎、欸。对，会有一个分量感，然后又有一点未来感的感觉，很帅，是我自己喜欢的风格。对，那之后大家如果有要去看他的表演的话，可能就有机会看到他穿这一套了。绝对。哎、欸，那宽手最近有什么活动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？8月20号，我跟 Rex、Gummy B、29 Groove、OD、KZA、Palm Z、Dribble， 总共7个歌手，我们举办了一个专场，是我们5月的时候有做一个创作营，然后我们直接干完一整张 tape 这样，然后我们在8月20号会在台北 Legacy 举办我们的第一次演出，那在这场演出之前，这些歌都不会上架，所以你来的话就是看到第一次的演出，跟第一次听到这些歌这样子，对。然后可以在 We Eat Good， 就是吃好那个 Rex 的厂牌的 IG 上可以找到连结，可以购买我们的门票。谢谢啊，也可以 follow 宽走的 IG， 可以得到更多的资讯。好，谢谢宽走，谢谢，感谢。
这边的话呢，抓到小右。哎，小右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穿搭？今天外套是 Needles Uniqlo， 然后裤子是我们Play Me 的一个品牌是 Persona 的，鞋子是 Haluta 的。今天就是走一个日日风，日日风，日日风，很帅。平常你的穿搭风格除了这样日日风还有什么吗？有点机能那种感觉，可能像比较偏古痞类似那种机能跟街头那种涂鸦，因为现在夏天很热，所以都直接穿涂 T 出门。嗯，然后再配一个宽松的裤子，因为我很懒，我今天也是特地抓头发、一年大概抓两三次而已。抓太多会秃头，我等一下就把它洗掉。等一下看，那就把它洗掉。没有，看蛙总杨记也是天天抓、好想帮他抓，好想帮他抓。好，那谢谢小右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，那会把他 IG 放这边啦，大家有兴趣的话都可以追踪一下。OK， 对，小右也是一个非常帅的帅哥，但他身高是非常高的哦、所以那有驼背，报告一下几公分？188，看起来183，没有，看起来190，被身高压制了。这是我朋友吴硕，你好，要不要自我介绍一下？大家好，我叫吴硕，然后我在 GQ 工作，然后现在是 model 这样子。现在喝醉了吗？好，大家见谅一下。那喝醉，用喝醉的方式来介绍你今天的穿搭。好，对，其实我今天一开始不是穿这样，我一开始穿 GQ 的工作服啊，但因为我刚刚去拍广编，所以我换了一套。然后今天的裤子是 Egon Lab 的，算喇叭裤。然后因为它裤长真的超级长，我就把它卷起来，用别针然后别起来。然后衬衫是 GQ 的衬衫，然后这个是 Givenchy 的领带，这样最近蛮迷领带的。他之前都跟我讲说，他买的裤子其实都不够长，结果这一次棋逢敌手遇到对手了，不小心被碾压了。被碾压了。我这边又被身高压制了，请问怎么称呼？大家好，我叫硕。好，那也是一个硕哥哦。那要不要介绍一下你今天的穿搭？我今天穿搭没什么想法，就简单吊嘎，然后黑宽裤，非常简单的一个搭配。其实今天非常热啦，其实我觉得穿这样来说是非常凉的。那你今天逛了一整天下来，有没有买到什么战利品？今天看到蛮多盆栽的，我觉得盆栽蛮棒的。就平常有在关注植栽这些？有，我喜欢盆栽植物。好，那我会把硕的他的 IG 放在这边，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 follow 一下。感谢你，感谢你。那我们今天的 GQ 潮流文化季的这个活动算是到此一段落啦。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开心，可以遇到这些老朋友或新朋友。最后也要感谢我们摄影师艾文帮我们做一个掌镜，哎，谢谢 ，shout out to 艾文。今天活动我想应该大家看影片也是看得出来，非常的热闹，然后也非常有趣。那谢谢大家的这次观看哦，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那喜欢的话，别忘记可以按赞、订阅、留言、分享，也别忘记可以追踪我个人 IG， 才不会错过更多内容啦。那么今天影片就到这边，我要尾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没事。你现在在录影是不是？有料，学啦，没有了，谢谢，感谢，好尴尬。